死了！我跟你讲，跪下跟大家道歉。你给我跪得出来！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有几条人命？你要不要跟家属说对不起？我女儿命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不要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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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司法程序，请你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跪下？你死了！我跟你讲，你要不要跪下跟大家道歉？你给我跪得出来！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有几条人命吗？不敢出来是不是？这样好不好？一句话都不用说吗？49条人命是不用道歉的吗？有他出来道歉。道歉有那么难吗？给我跪着，给我道歉一下好不好？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以走吗？你可以回家过年，别人没办法回家耶。真哭还假哭啊？对不起。而且你们要好好讲，就好好讲。我只是保护我知道。我要上另外一个门了。哪里？其实依照检察官起诉书记载的犯罪事实，还有他们认定的法条来讲，第一审的羁押期间，除那个首次羁押之外，另外只能延押3次，这如同。那个陈审的合议庭审判长在法庭上面预知的，这羁押期间已经届满，那所以今天就那个羁押期间即将届满，那个我们就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16条2的规定，然后除那个以其他的强制处分替代。那强制处分这边除了限制出境出海，然后被告林义祥。拒保新台币60万元，那被告华文好他是责付给辩护人之外，我们另外有命被告二人接收适当的科技监控设备。